要上要教你们跳舞了，等一下要送小礼物哦。那等一下跟我一起留到最后的话，就可以拿到小礼物了。哦，所以就是不可以跳舞跳到一半的时候就跑到别的地方来。就没有。这样子我们就不认识你了。对呀。这样子我们就不会送礼物到你手上啊。没错没错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先预备，大家离 AD 摆到一二三。现在请把耳朵借给我们，好，叔叔，耳朵怎么听？好，来仔细听，我们现在要说哥哥姐姐的名字喽。那从我先开始啊，我呢是骑士宝跟最爱玩耍的小丑鱼姐姐。现在小丑鱼姐姐要跟各位爸爸妈妈还有大朋友打招呼，那你们跟大朋友还有小朋友打招呼了。可以很有精神的跟我打招呼吗？可以吗？小丑鱼姐姐今天好像有点断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再来一次。然后用你们的声音，我把它叫起床，好吗？好，那大家一起说小丑鱼姐姐。好，我先把门收，打开来。打开。合起来。合起来。打开来。打开。合起来。合起来。最喜欢吃海苔的，海苔哥哥。